那个，我们分开跑不行吗？我们有连在一起跑吗？ 太弱了吧，才跑半个小时就累成这样。他也是被潇潇害得够惨的。我们一定要让他重振旗鼓。哎，海洋，你跑完了？没有，干嘛？我们不当然要拉伸一下。我们帮你。别！我自己来。我知道，是魏处让你们来开导我的。 现在真的一点事都没有，挺好的。我承认，之前我训练有所懈怠，我将功补过，我自己拉伸。魏楚是真的关心你，但是这次是我们两个自己来的，他不知道。对呀，你受伤了，那我们当然得关心你，对吧？那我们一起练吧。好啊。真像我们小时候一起训练的时光。小时候。 你和以前差远了，小时候比你强，现在我还是比你强。说什么呢？小时候我最强，好不好？我最强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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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专心训练。我最强。谢谢你们。应该的。